那我就是我进去，如果你也是会帮我看看着吧，然后你导游回去我自己调了过后，然后他会归给你。Would you answer the air？那片花火。青春回忆欢呼寂寞，你说的每句爱。有点断，这个我觉得有一点不太好听，就你看啊，我说的每一句爱，这个是有那个字头的，你会不会觉得有点多？因为我觉得第一段这样子字头这样有点冲的话，会有点不够温柔，不够浪漫，不够 romantic。那我们再来。你说的每一句爱。这一次是真的，你走了，爱丢了，忘了怎么快乐。送出的讯息被我回收，不打扰是最好的最后，哪怕一句简单问候都嫌得太多。这一次的调唱老师，你们可以叫我调老师。我刚刚看刷文件有点吓到，一共有30多条，我给你们看一下。今天录了大概有30多轨，多壮观的东西，给大家听一下这一次的小细节。现场的声音都平时都录下来，这一次放在里面，然后在这个白色情人节出了这一个版本，希望你们会喜欢。不说了，期待成品吧，拜拜。